you. For better or worse, every day we need sunshine. You know the hell we feel like, that's why we make it alright. To show my heart we stand with you every day. 雨声起来的洒脱，从不会被失落。我找陈总，请进。啊，谢谢啊，陈总。啊，去吧。啊，哎，你来了，陈总，你很准时啊。啊，喝，谢谢啊。是这样，我们公司呢，在昆山有个厂，我是希望你帮公司组织计划，协调一下客户的一些业务关系。好的，我会尽快进入状态。啊，这样，先签3年的合同，每月4000。怎么，嫌少？哦，没有，我很满意。啊，那好。不过呢，进公司要先培训一个月，要交5000的押金。啊？还要交押金啊？一年之后再返还你嘛。梅代，这样我先替你垫上。啊，不。有的有的，我有的。啊，哎，小陆啊，去打一份合约吧。啊，好的。啊。喂，爸，我找到工作了。嗯，月薪4000。对呀，我一个大学应届毕业生。能拿到这个工资很不错了。嗯，对，我签了3年。行，好，那我知道了，再见吧。是不是考虑后决定加入哈氏集团面馆？哼，我来是告诉你，我找到工作了。真的？恭喜啊！谢谢。恭喜什么呀？小伙子，你知不知道，你和成为亿万富豪的机会擦肩而过了。将来啊，哎呀，你会后悔的。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啊，我会真心的恭喜你的。哎哎哎，什么样的工作呀？嗯，是一家 IT 公司，
跟我月薪啊4000块钱。啊？4000？嗯。那家公司他不想开了吧？你什么意思啊？地球人都知道，刚毕业的毕业生行情是多少？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人家是大公司，不一样。计时科技有限公司，怎么样？名字够响亮吧？名字不代表什么。对面那个叫国色天香的，其实就是个卖驴肉火烧的。合同都签了？签了。签3年呢，交5000块钱，培训1个月就上岗。什么？你压了5000？啊？不过那是培训保证金，一年以后就还给我了。哎，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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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你可以去报警了。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恭喜你，你在2011年被2001年的骗术给骗了。啊？好了，那好，就这样，李先生。嗯，您的预付款需要在会计师刷卡办理，至于贷款部分，等我们办好了就会及时通知您的。好的，我先去付首付款。嗯，好，会计师在那边。这边请。蓝轩，我没说错吧？你真的是我的千里马。嘿，你今天已经卖了2套房子了，已经打破了3天0成交的记录。那经理，如果发奖金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多发我点啊？没问题。我接个电话。啊，你先忙吧。你在忙吗？哪位是蓝轩儿小姐？您好，您就是电话中说要来看房的陈老板吧？哇，蓝小姐，你不但声音好听，没想到本人还这么漂亮。陈老板，你真会说话，你今天啊，只看不买我也开心。走，我带你去看看样品房。你是喝咖啡还是喝茶？咖啡。好。怎么样，学会怎么放电了吧？我敢打赌，这客户肯定跑不了。去帮客户端杯咖啡。好的。干什么？我找计时科技有限公司的人。没这公司啊，这间办公室的房东还没招租呢。不可能，我下午2点还应试来了呢。不过他们说就租半天，500元，人早就走了。啊？看我们这个房子啊，还是很不错的，南北朝向，通风透气。嗯，不错。啊，这边啊，这边还有一个漂亮的阳台。如果你平时在这里看书读报，应该还是很舒适的。嗯。怎么样？觉得这个房子你还喜欢吗？这房子不错，我很喜欢。那太好了。来，坐，蓝小姐。蓝小姐，你喜欢吗？嗯，我当然喜欢。嗯，可惜没真命，而且这房子也太贵了。
哎，没关系，我买下来送给你，好不好？您真会开玩笑，要是您送给我，您太太肯定会不高兴的。你有男朋友吗？您要是觉得这房不好，我带您去看别的房。这个房子我很喜欢，我想买两套。如果你答应跟我的话，其中一套给你，这样我来你这儿方便嘛，怎么样？您要是真心实意想买，我现在就带你下楼去签合同。别着急嘛，我们先慢慢了解一下啊。天哪，这怎么回事啊？真是太可恶了，我终于体会到这社会有多险恶了。喂，老爸，我把你在上海找到工作的事儿啊跟你妈说了。啊？什么？哎呀，你妈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商量在上海给你买房子的事儿呢。啊？买房？爸，不用。你想想啊，你和公司签了3年的合约，工作也算是稳定，不能总是一直借房子住吧？啊？我和你妈这些年呢，省吃俭用也存了几万，帮你交个首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啊，你多留意郊区的位置，看看有没有更合适一点的房子。爸，你听我说，其实我……哎，你别打岔呀，你听我说。选个平米小一点的房子，贷款呢慢慢付。我相信你在公司总有升迁的机会吧。工资总不会一直是4000吧？所以啊，还贷款是没有问题的。好了，那没什么事儿，就这样啊，把这事儿啊一定要放在心上啊。听到没有？就这样被打击的失去了信心，我要振作。喂，哎，陈老板，啊，您放心，我们公司肯定是不会再用的。啊，至于您的医药费啊，由我们公司全部负责。好好好，您放心。陈老板在医院气的是不得了，非要去告你，要不是我好说歹说的，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真行啊，你说你当时再忍一忍，也许还能白得一套房子。哎，现在倒好，你把人家客户的头啊给敲破了，还差点惹上一场官司，何苦呢？经理，你也别为难，就把我开除了吧。至于我预支的那3000块钱薪水，就当是发给你的奖金吧。回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打电话给我。多谢经理。小姐，你穿这件衣服非常漂亮。那好，就帮我把这件包起来吧。好的，这边请。给您刷卡。对不起，你的卡刷不了了。怎么会呢？可能你的卡被冻结了。你再刷试试。
抱歉，还是刷不了。奇怪，那好吧，谢谢啊，那就下次吧，再见。真气人，就连激情消费发泄情绪都没辙。关羽，对不起啊，你之前给我发短信的时候，我正在忙。我今天卖了两套房，打破了我们公司零成交的记录，我们经理开心得不得了。恭喜你啊，那一定有不少奖金吧？不像我。你也不错啊，刚一毕业就找到这么好的公司，我真替你高兴。月薪4000，还签了3年的合约，你想，能有多少人像你这么幸运？可是我，走，姐带你去爽一下。去哪儿啊？带你去吃又酸又辣的泰国菜。啊，算了吧，那太贵了。我知道一家山东烧烤摊不错。便宜又好吃，冰啤酒才4块钱一瓶，而且……哎，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我怎么了？你没听人家说过吗？根据统计，会赚钱的人就要懂得怎么样去花钱才行嘛。哎，越是省啊，越不舍得花钱，就一辈子穷。再说了，你都签了3年合约，工作都这么稳定，你怕什么？哎，走了走了，大不了姐刷卡。你好，打扰一下。啊，好，谢谢。谢谢。不客气，请慢用。来，关羽，祝你在公司步步高升，3年后当主管，干杯。干杯。来，娟儿，我祝你早日成为售楼公司的奇迹，金牌销售大腕。对对对，年收入上百万。对。来来来。干杯。干杯。来来，吃菜。如果蓝萱知道我被骗保证金的事，一定会被笑掉大牙的。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这样瞒下去吧？你干嘛这样偷偷看着我呀？这样很没礼貌哎。没有，我是觉得。觉得什么？我觉得你喝完酒以后，脸红扑扑的，特别美。漂亮，这句话姐爱听。那再干一杯。吃吧吃吧，别看了。欢迎下次光临，慢走啊，慢走。谢谢光临。哎，欢迎下次光临，再见，慢走。请慢走。哎呦啊！老板，你们拉面馆的面的确好吃，面很筋道。汤非常好喝。哎呦，谢谢谢谢，欢迎下次多带朋友光临啊。嗯，慢走慢走。谢谢光临。哎呀，这刘达明真是有魅力，自从挂上照片后，生意明显好转。哈尼，想什么呢？哥跟你说话呢。嗯，我在想，你一直看好的那个叫关羽的，最近怎么没有来面馆吃面呢？对啊，哎，人一多我都忘了。你说，是不是被骗之后就不好意思来面馆了？嗯，那难免。看那样子，自尊心特强。倒是你那样损他。担心他会不会想不开呀？不会吧，没那么严重吧？哎，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关羽来了？不会是喜欢上那小子了吧？我，你想太多了。
这一个天一个地，两个人身份天差地别。哈尼再笨，也不会喜欢上关羽吧？是我想多了。明哥，快点，这边人都等了20分钟了。明哥，这边。到了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资深制片人导演董俊先生，这位不用介绍了吧？久仰大名啊！本人比照片帅多了。谢谢夸奖。坐坐坐坐。请坐。坐。大明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陈丽红小姐，是我们这部电影的女一号。你好，达明，我可是你的歌迷，很高兴和你合作。我是达明的经纪人，我叫杨国忠。我们这部电影啊，有陈丽红和达明先生的加盟，在票房上我很有信心。我想啊，一定会出现5000万的票房佳绩。是吗？导演啊，如果你觉得达明的片酬没问题，那我们就尽快签约吧，好吧？我很满意啊。要不这样，明天你就带达明到我的公司把合约签了吧。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总导。来，合作愉快。对不起，失陪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啊。刘达明，你认识他？你出国留学太久了，他的名气就像王力宏，是人气十足的天王巨星刘达明，你竟然不认得他，是吗？抱歉，小姐，能否方便让我和你朋友说两句话？你们认识？可以，但有条件，等会儿帮我签个名好吗？没问题。我姓阎，阎王的阎，名叫玉环，没想到你竟然是名人。你知道吗？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在3个不同的场合见面是什么缘分吗？你说是什么缘分？冤家。你是说那种爱恨交织吵吵闹闹的冤家？你别笑，这种缘分比真正夫妻更难得。有多少夫妻一辈子平平凡凡地度过了一生，没有任何惊奇，不是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我在包房跟制片人谈拍电影的事。那么走了。你等一下。抱歉，那你久等。没关系。大明，你不是要上厕所，怎么到这儿来了？你没看到我正在帮歌迷签名吗？谢谢。玉环，他该不会是你的男朋友吧？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想我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关羽，要不你去我住的地方喝杯茶再走。算了吧，今天喝多了，早点休息。我今天啊吃的真是太爽了，姐本来心情很不好，但是因为你今天陪我喝酒，心里压抑的情绪全都没了。心情不好？为什么？没什么。你今天帮公司卖了2套房子，
应该高兴才是啊，怎么会心情不好呢？哎呀，别啰嗦了，走了。在208房。抱歉，蓝小姐，您之前付的房费已经清了，请问您还要住多久？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如果您想要继续住的话，请续付房费。啊，好。这张，好的。不好意思，蓝小姐，这张卡刷不了，可能是资金冻结了。哦，那你再试试这张。好，这张也一样，刷不了。你那有钱吗？我刚付了餐厅的账，我这儿也没了。啊，你别难过了，要不然我打车回家给你拿钱。不用了。可是要不你告诉我你住哪儿啊？伯伯，这是我朋友南轩。啊，你好，我叫赵洪波。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没关系，我先回屋穿裤子啊。今天晚上你就睡这儿吧，我睡沙发。啊，那多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我很荣幸能有漂亮女孩睡我的床。你酒劲消了吗？啊，我没那么晕了。折腾一晚上，要不然你先去洗个澡吧。文宇，波波啊，这么晚了你要出去啊？没有啊，家里多了位女士，要尊重，不能随便乱讲。那你们先聊，我去洗澡。同学，你不能因为有个月薪4000的工作，签了3年约，就把女朋友带回家，这样你会失去继续努力奋斗的力量。波波，这事儿说来话长了，再说我也没得到工作，而且还让人骗了5000块钱。什么？被骗了？你怎么被骗了5000块钱呀？都怪我自己太粗心，被薪水4000、签3年的合约给冲昏了头了。现在了解上海没那么好混了吧？是啊，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失去信心的，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我相信你我都会有那么一天。是啊，明天，明天我还会继续应试。好小子，你女朋友很漂亮，是吗？不过我要警告你，现在这世道非常现实，男人如果没有本事，肯定保不住身边的女朋友，懂吗？我知道。那你们聊。关宇，你怎么会被骗5000块钱的？啊，这。你怎么知道的？我刚在浴室听到你跟你朋友说话了。都怪我自己太相信别人，阅历太少了。哎呀，害我白替你高兴一晚上。抱歉了，我知道朋友之间是不应该互相隐瞒的，但是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但是咱们也没白高兴啊，至少你为公司卖出了2套房子，又拿了奖金，还得到你们公司经理的器重。别提了，别提了，提起这事儿我就生气。怎么了？今天有个客户去买房，然后还满嘴跑火车的说要送我一套房，而且啊还色眯眯的对我动手动脚。
我当时肯定害怕呀，我就什么都没想，我就拿起那个台灯使劲往他头上砸。结果呢？当场昏倒。哇，这么猛。对啊，他还坚持要告我，还好经理帮忙说了个情，就把我给辞退了。竟然遇到这种事，那你以后怎么办？以后能怎么办啊，几张信用卡都刷爆了，只能跟你一样继续边找工作边找我爸。你干嘛一直这样看着我？那个，我这儿还有1000块钱，你先拿去用吧。哎呀，拿着了，你现在找工作也需要钱，不过别乱花了。关羽，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喂，你好，哪位？对，我是。什么？大成金融有限公司？啊，对对对，我之前投过简历，啊，通过初步审核了。9点。行行行，我一定准时到。有家在浦东的大公司找我面会，我已经通过初步审核，就等待见主管了。本想亲自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无奈你熟睡，不忍吵醒，我走了。放心，这次我不会让你白高兴的，相信我。关羽，关先生，请你在家先等会儿。啊，谢谢。干什么呢？啊，关羽，你的简历我看过。据我了解呢，你毕业的那个学校在3年之内已经换了好几个名字，而且呢，你们学校因为经营不善、管理不慎，你们学校的一些地啊，都盘给开发商了，是吧？哦，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像你这种不入流大学毕业的人，你对未来有什么理想？虽然我来自普通家庭，没有上名牌大学，也没有过英语6级，但是我有一颗坚强的心，我坚信为了我父母，我一定会成功的。说得非常好啊，那我再问你，人们现在都说80、90后是典型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人，那你觉得你是吗？坦白地说，我不完全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公司有一个项目在几内亚办一个办事处，如果我派你去，你去吗？几内亚，靠近热带，是不是有点热啊？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你是个优柔寡断、不愿意相信自己、只愿意相信别人、甚至被别人骗的人，对吧？是的，我刚被人骗了5000块钱保证金。你干嘛跟我说这些？你是想让我说你？说你笨呢，还是想让我同情你啊？不，我觉得坦白错误并没有什么不好，接受挫折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种历练。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吧，好吧。这是一个笔筒，我呢就作为一个路人，你呢就向我推销这个笔筒来。啊，现在啊？现在，来。
先生您好。你干嘛？你碰我干嘛？先生，您一看就是个特别有文化的人，一定经常用到笔筒吧？你看这个笔筒造型独特，一定特别适合您。哎呀，搞了半天你就是个推销员呐！我跟你说，我最讨厌推销员了，走开。你看，一句话把你说懵了吧？傻了吧？你没话说了是吧？我告诉你，你就要锲而不舍的努力。再来一遍。那现在呢，我就是个老头，你就是一个女的推销员。啊，女推销员？女的怎么了？男女有别的呀。再说了，客户和客户之间还有区别呢，这里面有讲究的。你来不来？来来。老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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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请留步。小姑娘，我有那么老吗？那是尊称，就像称呼您老师一样。实际上，您看起来一点都不老。那你拦着我干嘛呀？啊，难道你还有别的事儿吗？我呀，想给您推荐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别着急呀，我帮您看了一定喜欢。您看，当当当当。原来是个笔筒啊，我还以为是蓝色的那个。您看啊，这支笔筒制作精良，造型特殊，放在书房里可以用，如果送给您的孙子，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我连儿子都没有，我哪来的孙子呀？行了，不要演了，我没那么老。好了，今天到此结束，你们都出来吧。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吧，这种不靠谱学校毕业的学生啊，他的专业肯定是不靠谱的，我们公司是坚决不会要这种人的。哎，你们看啊，这就是80后90后的这个反面教材，你们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懂了吗？懂了。好，抱歉，可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我可以告诉你，这200块钱呢你拿着，现在可以走了。我被录取了。看来你智商还真不高。你没看大家都在笑你吗？我要是你啊，我拿了这200块钱，我什么都不问，我该干嘛干嘛去。玩我？玩我？玩你？谁玩你啊？这里没人玩你，都是你自愿的，你们太过分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本来还想进你们公司好好发展，你们打电话来告诉我面试，结果把我当小白鼠来试验，当教材。那你真的不行啊，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有一点特点，我会给你推荐别的公司的，好吧？不必，我不稀罕。对，我没有远大的理想，我不是名牌大学毕业，我没有杰出的才华，但那又怎么样啊？我一样有我的尊严，你们就这样侮辱我？哎，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狂躁症的表现，神经病的表现，这种人如果在我们公司的话，他就是个祸害嘛。干嘛干嘛？你又干嘛？看到了吗？狂躁症的表现。慢走啊，下次再来。
鱼出现了。好像在练散打啊。什么玩意儿，耍我。哎，你好，我问一下，苏哈大厦在哪？啊，谢谢啊。生意做得还真不小，等我找到你，非得让你好好补偿。我看上的东西，通通都要给我买，哼，绝不收了。小姐，请问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叫严刚的？小姐，你说的是哪个严刚？你这什么意思啊？啊，我们这儿有两个严刚，一个是老总。啊，当然是老总了。老总是阎王的阎。阎王的阎。像不对，那就三横岩吧。啊，是那个岩缸啊？啊，是副总。岩缸，岩缸，死哪儿去了？别喊了，我在这儿呢。你怎么搞的啊？这花都快枯死了，你知道吗？刚刚那个就是啊，那就是三横岩的岩缸，他是负责清洁和浇花之类的。我说你怎么搞的啊？这两盆花都快枯死了。知道吗？是吗？啊，死了吗？现在还没死。那就对了，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切，你说什么你？我警告你啊，你要再吊儿郎当的，哎，没好果子吃。你。想抱着你，用尽力气，你的香水味让我如此的着迷，怕来不及，你已离去，留我一人在初见的目的地。曾看过的书都会将它妥善安放，用力刻在想念的深处，每一首感动你的情歌我都为你在心底默声哼着，感情是多么需要保护和重温，每一条我们曾走过的路，每一本我们曾看过的书都会将它妥善安放，用力刻在想念的深处，每一首感动你的情歌我都为你在心底默声哼着，感情是多么需要保护和重温，
迹还在我心里，伴随着我们。